ICON 前队长 BI 因负面行为遭到警方调查，形象大受打击，最后以认错并退团向大家交代。而消失许久的他终于在音乐分享平台上传了新曲 demo， 这也是他在宣布退出团体后首次有了新的动态，让粉丝们激动大赞是最好的新年礼物。从上传的 demo 带里可清晰听到他唱着在无尽的黑暗里受伤的心，太阳会在我的天空升起吗？谁能成为我的光芒？你会向我伸出手吗？种种充满伤感的歌词让不少网友猜测他是在透露这段时间以来的心境。新歌一发表， Welcome Back 韩冰也登上了全球推特趋势冠军。B.I. 的粉丝留言说道，等待是值得的，你要好好的。非凡娱乐整理报道。